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鞍山钢铁公司的新型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自动化炼铁炉的建成并投入生产，是中国人民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第一年度里所赢得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一个伟大开端。我们祖国广大的土地上储藏着丰富的矿产，这是辽东半岛的千山山脉，这里埋藏着大量的铁矿和炼钢炼铁所必需的各种矿产。这些黑色的石头都是质地优良的铁矿，露出地面的铁矿石形成了马鞍形的山峰，这便是东鞍山和西鞍山，我国著名的钢都鞍山市就由此得名。远在2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曾用这里的矿石炼成钢铁，制造篱笆、锄头和抵抗敌人的刀枪，这些洞穴便是古人采矿的遗迹。但是近百年来，由于我们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旧中国从来没有可能发展工业，利用这些无尽的宝藏，只有当人民成了国家主人的时候，祖国的矿产才被充分地用来创造人民的幸福。国营鞍山钢铁公司为了供给国家建设大量钢铁，有计划地进行着大规模的测量和勘探工作。鞍山附近的樱桃园、大孤山和工长岭等矿区铁矿埋藏量都非常丰富，矿工们以忘我的劳动开采着这些宝藏。这是工长岭矿山，这是大孤山露天采矿场，遍地都是铁矿。大批矿石不断运往鞍钢，炼成钢铁支援全国建设。鞍山钢铁公司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有采矿、选矿、炼胶、炼铁、炼钢、制造钢材、化学工业和机械厂等几十个生产部门。鞍钢在我国经济恢复时期中，一方面本身进行了恢复和建设，一方面以大批钢铁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鞍钢的工人阶级懂得自己的劳动是为了祖国的富强，
是为了人民永久的幸福。他们也记得鞍钢充满血和泪的历史。整整30年，中国工人曾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鞭笞下进行着奴隶般的劳动，而法西斯强盗却每年从这里劫夺去成百万吨钢铁。1948年，中国人民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鞍钢是一片废墟。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匪帮满以为他们已经毁灭了鞍钢，他们认为鞍钢再也不能复活。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嘲笑我们说，你们在炼铁炉边种高粱吧，让他们胡说吧，事实是最好的见证。鞍钢解放后仅仅7个月，各部门就恢复了生产。到1951年底，鞍钢胜利度过了恢复阶段，生产效率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鞍钢的工人3年来为人民的福利、祖国的富强、为保卫世界和平贡献了巨大的力量。钢铁是工业之母，要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需要大大增加钢铁的生产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早在1949年就开始筹划建设鞍钢的工作，决定把改建鞍钢作为全国大规模建设重点之一，以鞍钢的钢铁支援全国，并在建设中培养人才，积累经验，以为建立我国第二个、第三个新的钢铁工业基地做好准备。1950年，伟大的盟邦苏联应我国的聘请，派专家来到鞍山收集设计资料，为改建鞍钢做出了周密的设计。这是苏联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给我们改建鞍钢所做的120本设计书。根据这个计划，几年之内，鞍钢要建设许多新的工厂，旧有工厂矿山也要改造成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工厂矿山。计划完成后，鞍钢的生产量将比旧鞍钢大好几倍，并增加许多新的产品。计划中规定，第一批建设工程主要有4项：修建一座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轧钢厂，这个工厂能制造钢轨、工字钢、槽钢、三角钢、轮船轮毂、拖拉机履带等几10种大钢材。这些钢材可以用来修铁路、架桥梁、盖工厂、造轮船和拖拉机。目前我国非常缺少这种钢材。新建一座机械化、自动化的无缝钢管厂，这座工厂专门生产没有焊接缝的钢管，无缝钢管在很高的热度和压力下不会坏，可以做开采石油的输油管、钻探管、蒸汽锅炉管，是制造火车头、汽车等不可缺少的材料。这种管子过去我国不能制造。改建2座自动化炼铁炉，它生产炼钢用的铁水和工业用的铸铁。国家要求鞍钢在1953年底完成这4项工程，并开工生产。鞍钢全体职工热烈迎接大规模基本建设任务，他们根据3年恢复的经验，确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伟大苏联的无私帮助，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祖国交给他们的任务。
根据中央的指示，鞍钢迅速由生产部门抽调了大批优秀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基本建设工作。与这同时，全国各地也以人力和物力支援鞍钢。把祖国建设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伟大理想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鞍山，年轻的农民、久经锻炼的革命军人、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刚从大学毕业的男女学生，所有这些具有不同经历的人，都抱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建设鞍钢，为祖国工业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我们建设鞍钢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了，他们带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和真诚无私的友谊。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立了基本建设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使我们有了坚强的组织，能够立即行动起来。这是设计公司经理和专家在研究工作。建设近代化的工厂，一切工程都要有精确的设计。从全国各地来到鞍钢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们，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设计工作。苏联专家在工作中热情地把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交给我们的技术人员，有计划地为我们培养设计人才。由于我们正在成长的技术力量目前还不能担负起建设新鞍钢的全部设计工作，主要的工程都是委托苏联设计的，大规模的苗头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1952年夏天，鞍钢开始了大规模的施工。鞍钢的建设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先声，支援鞍钢就是支援全国工业化。全国各地近200个工厂和生产单位先后接受了鞍钢的订货，保证及时供应鞍钢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器材。这是东北电工14厂支援鞍钢的生产任务分配到车间，职工们立刻掀起了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保证提前完成鞍钢的订货任务。鞍钢建设需要的器材种类很多，质量要求非常严格，而且有很多产品是我国从来没有制造过的。第7水泥厂第一次生产出高级水泥，沈阳陶瓷厂试制成功了泡沫玻璃，上海华东电线厂的职工克服各种困难，为鞍钢制成了大批电缆。全国工人阶级团结得像一个人，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志愿着鞍钢的建设。几千种材料从全国各地源源运往鞍钢，鞍钢建设所需要的许多重要机器和电气设备是来自乌拉尔、来自伏尔加河岸、来自英雄的列宁格勒、来自进步人类的心脏莫斯科。苏联几十个工厂为我们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流的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设备，凡是我们自己还不能制造的，苏联就供给我们。
这是大型轧钢厂工地，不久以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现在几千工人在高空和地下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他们的劳动和智慧迅速地改变着鞍钢的面貌。这是挖地基，近代化轧钢工厂的地基工程是非常复杂的，庞大的轧钢机工作起来很吃力，必须牢固地安在很深很结实的地基上才行。为了防止地下水，地基的最下层要铺上防水层，基础里要绑扎钢筋，要装地脚螺丝，给机器自动上油、送风、送水、送电的管子都要从基础中通过，所以在钢骨水泥的基础里还要安各种管道，各种工程都要按照图纸做，方位、尺寸和质量得跟设计标准一个样，不能有一点差错。头一次做这样规模大、技术复杂的工程，对于每个干部和工人都是陌生的，这是建设初期的主要困难。中共鞍山市委会给建设者指出，要一面建设，一面学习，稳步前进，保证把工程做到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各个基本建设单位都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全体职工学习，这是安木模板的工人在学习，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全面了解工程情况，学会按照图纸进行工作，技术人员正在给工人们仔细讲解大型轧钢厂一个基础的模型。较复杂高深的技术由苏联专家亲自讲解，机器安装工程公司经理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学习业务，鞍钢有计划的大批训练着各种专业技术人员，这是苗图训练班。大部分工人是刚从农村来的农民，他们文化程度低，学技术很吃力，但是他们决心要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熟练工人。这是焊工训练班的女学员在实习，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制作厂房钢梁钢柱，用焊接方法代替铆钉，电焊工人特别少，鞍钢训练了大批电焊工。新的技术力量飞快地成长，电焊工孙健原来是黄海边上的渔民，在学习了几个月后，现在他能带徒弟了。钢筋工人学看图样，这是大型轧钢厂368个基础中两个基础的钢筋模型，每个基础的形状都不一样，轧钢筋也真不简单。在我们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就能学会。钢筋工人很快就学会看图样，把钢筋扎得完全跟设计上的标准一样。这是安装地脚螺丝，
脚螺丝的用处是把机器平稳地拴在基础上面。地脚螺丝是机器的根，如果根炸歪了，机器就安不平整，所以安地脚螺丝特别讲究技术。一根最大的地脚螺丝重3600斤，工人细心地测了又测，量了又量，反复地找平找正。大型轧钢厂安了17000多个地脚螺丝，安的质量都很好。鞍钢几万名基本建设的职工，一面建设，一面顽强地虚心学习，在工作中得到了经验，克服了建设初期的困难。党提出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口号，变成了群众的实际行动。这是修建炼铁炉，鞍钢第一期建设计划要修建的2座自动化炼铁炉是利用旧炉子改建的。一个炉子需要添置部件2000多种，需要各种资材2000多万斤。这是工人们在炉子里砌耐火砖。炼铁炉完全是按照苏联先进经验设计的，生产过程全部机械化自动化，生产量将大大提高。一座炉子生产的铁就有原来旧的2座炉子生产的多。这里所介绍的仅是炼铁炉本体的工程，在修建炉子的同时还要修发电厂、修鼓风机、修炼焦炉和煤气回收厂等大小几十种附属工程。这是在修建供给炼铁炉热风的热风炉，因为炼铁炉改建后需要更多的热风，根据苏联专家建议，将热风炉加高一节以扩大容风量。修建炼铁炉的工人们整天在10几丈高的高空工作，他们以高度的工作热情和勇敢，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克服各种困难，保证了工程的好、快、省和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到鞍钢参观，我们的亲人，你们在前线辛苦了，保卫祖国的英雄们，从鞍钢建设者的身上看见了人民建设祖国的信心和毅力，从鞍钢建设的成就看见了祖国更美好的明天。志愿军某部给鞍钢职工献旗，感谢他们大力支援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和表扬他们建设祖国的功绩。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牛希浩同志给工人们讲朝鲜前线的战斗故事，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更加鼓舞了职工建设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热情。鲜花代表我们的敬爱和感激，慰问信请带回朝鲜前线去，把我们支援抗美援朝斗争和建设祖国的决心告诉每一个志愿军同志。为了保证把工程做到好、快、省、安全，各工地展开了建立责任制的群众性运动。大型轧钢厂工地工会宣传队向职工们宣传建立与加强责任制的重要意义。
大兴轧钢厂工地安防架子的金属结构工人开动员会，工会主席号召工人全面贯彻党委指示，做出自己的保证计划。对工程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共产党员王进忠领导水泥工程队制定浇灌混凝土的先进计划。王进忠在工作中总是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勇敢地克服各种困难，保证完成党所交给他们的一切任务。工程是复杂的，技术要求是严格的，一个人的工作稍一大意就会给工程带来巨大的损失。各个工种的工人都认真负责地讨论自己的工作，定出保证做到好、快、省、安全的具体计划。建立责任制以后，各工地展开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出现了许多创造新纪录的先进人物。电焊工人贺善树学习苏联先进技术，很快掌握了万能电焊机，并先后创造和改进了六种电焊方法。驾工组长李长春，他所领导的小组经常提前完成任务。在这里，各种工作都使用机器，架起这一根3万多斤重的钢柱子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掌握高度机械化的施工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方法。年轻的工人在工作中受到了锻炼，和老师傅一样稳重而熟练地工作着。大兴轧钢厂工地主任、工程师和苏联专家经常到现场指导工作，他们对工人劳动的成绩非常满意。苏金山小组安厂房顶上的风楼，原先每8小时安3孔，后来他们改进了工具和操作方法，每8小时可以安好14孔。红旗插到了苏金山小组工作的地方来了。红旗表扬人们的勤劳和勇敢，鼓励人们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在这样高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拴好安全带再开始工作，不能一仗技术高明而疏忽大意。我们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修厂房、打基础、安机器等各种工程都一起进行。为了保证工程速度，还设立了各种加工工厂，这样就使整个工程的时间比用旧施工法缩短了一半。这种先进的施工法需要有科学的组织和工人们自觉的劳动态度。鞍钢职工在工作中有许多创造和发明，木模加工厂金昌明小组是一个模范组，他们先后创造和改进了11种工具。在钢筋成型加工厂，共产党员黄德茂创造机械化工具，大大提高了弯钢筋的效率。他领导全小组实行科学的平行流水作业。电器安装工人吕宝芳领导小组用流水作业法操作，每人从一天安7米电缆管道提高到17米。安装透屏鼓风机，技术员青年团员胡兆森，他积极带动工人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并且深入工地虚心学习。虽然他一年前才从大学毕业，但现在已能解决工程上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几十种不同工种的几千工人在一个工地同时工作，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工程指挥部就设在工地里，工地主任、工程师和工程队长们就在这里及时解决各种问题。无缝钢管厂工地副主任李良田，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县委书记和游击大队的政治委员。
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赵北克，也是一位久经锻炼的老干部。这些领导干部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在工作中依靠广大职工，认真贯彻苏联先进经验，钻研业务，很快就变成工业建设的内行了。冬天给鞍钢的建设者带来了新的困难，零下20多度的严寒使得各种工程都不好进行，但是工程的速度是不能降低的。我们的国家需要很快的工业化，四大工程一定要按计划在1953年全部完成。为了把祖国早日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鞍钢的人们在风雪里坚持工作，各种工程都照常进行。根据过去的经验，冬天是无法浇灌混凝土的，因为混凝土在0度以下就要结冰，但是绝不能让冬季的4个月白白过去。在苏联专家亲自指导之下，鞍钢决定冬天浇灌。这些准备浇灌混凝土的工地上都搭起了暖棚，棚里安住暖气，先进的科学技术战胜了自然，暖棚里的气候是冬天里的春天。这是一座混凝土搅拌厂，搅拌厂里装有大型的搅拌机和全套加热设备，沙和石子先进行加热，然后再用热水和洋灰拌合在一起，这样搅拌出来的混凝土是热的，温度约在25度左右。为了保持混凝土的温度，装用混凝土的万能装卸车套上了保温棉套。司机们想尽一切办法缩短运送的时间，起初运一趟20分钟，后来缩减到7分钟。更紧张的工作是在浇灌的现场，因为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冬季施工，有些有保守思想的人认为是冒险，害怕不能保证工程质量。但是冬季施工在苏联已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只要准备工作做得好，技术上不出毛病，工程质量是完全可以保证的。鞍钢各个工地计划在冬季浇灌几万立方公尺混凝土，这里介绍的只是一个基础的浇灌工作，这个轧钢机基础要浇灌3000多立方公尺混凝土。如果有一小车混凝土的温度不合要求，或者有一个地方捣固工作没有做好，就会影响基础的质量。混凝土工人经过学习，已经能掌握冬季施工的技术，他们熟练地使用着振动器进行捣固工作，用振动器比手捣得又均匀又结实又快。工作不分昼夜地进行，工人们不顾疲劳地工作着。青年团员王继先，他母亲几次写信要他回家结婚，但他每次都回信说等工程完成后再办自己的事。
为了祖国早日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就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建设鞍钢的工人们在战斗着。冬季浇灌的基础经过检查，质量完全合乎要求。冬季施工的胜利完成，把整个工程提前了4个月，这又一次证明了苏联先进经验的优越性，为我国今后大规模基本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全国人民关心着鞍钢的建设，经常有各地的文工团到鞍山来慰问。这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工团在鞍山演出，他们代表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慰问鞍钢的建设者。在冬季施工浇灌基础的同时，机器安装工人也在紧张地做着各种安装准备工作。苏联供给我们的机器是最新式的，安装工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机器，头一次干就要求安得又好又快，实在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又给出了个好主意，让我们趁工地还在修建基础的时候，利用这空闲时间预先安装一次。这是预安装，在预安装过程中，工人熟悉了安装方法，机器也进行了检查和清洗，这样可以缩短正式安装的时间1/3到2/2。这是在浇灌好了的轧钢机基础上正式安装。轧钢机和前后摆动台是大型轧钢厂最主要的一部分机器。这一个机器座子重8万斤。安装机器的技术要求十分严格，这样大的机器，它的位置和高低不准歪斜半根头发的尺寸。苏联专家说，如果你们能够在30天安好轧钢机和摆动台，安装水平就达到了国际标准。工人满怀信心地做出了保证计划，决心要在30天内安好。地脚螺丝分毫不差地靠在轧钢机的底座上了。有着丰富科学知识的苏联专家和我国工人一样，在四面通风的工地里工作，他们耐心地教我们先进技术。安装工人是聪明勤劳的好学生，很快就掌握了安装机器找平找正的技术，把机器安得又平又正。马尔钦克同志高兴地说，安得很好。
我们向苏联专家学会了许多先进技术，这是先进技术的一种，红装接手，利用钢铁热胀冷缩的物理作用，把接手烧红后装上，冷了就接得特别紧。这种安装法就是老技术工人过去也没做过，现在他们已经能熟练地运用这种技术了。这是提前完成计划的刘文库小组。王世福小组创造了快速安装滚道法，大多数小组提前完成了计划，其余小组也都按时完成了计划。苏联专家仔细地检查安装质量，为了我国工业建设，为了世界和平事业，苏联专家常常在这寒风刺骨的工地里连续工作十多小时，往往星期日也不休息。他们像建设自己祖国一样，拿出全部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建设。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安装工人，他们的手真灵巧，仅仅28天就把轧钢机和前后摆动台给安好了。钢管厂正在安穿孔机和闸管机，由于工人忘我的劳动和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这里的机器也是安得又好又快。这些复杂精密的机械化自动化机器都是要用电来操纵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将来控制全厂机器的主电室的安装工作。这是无缝钢管厂工地安装主电室地下的电缆管，将来电缆就穿在这些管子里，工人借助电力操纵全厂的机器。修建机械化自动化的新式工厂，电气工程是十分复杂的。无缝钢管厂全厂要穿340多里长的电缆电线，安几百面配电盘和近千台电动机。
安装电器需要有高深的技术。刚开始安装时，我们熟练工人很少，而且技术也不高，没有一个人懂得电器调整。由于苏联专家耐心的教导和根据苏联专家建议，在工作中分工专业，有计划地培养专业人才，经过一年时间，熟练工人就增加到近两倍。苏联专家不仅帮助我们修好拥有世界上第一流设备的工厂，而且为我们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在1953年春节假期里，为了保证建设计划的按时完成，修建第一座自动化炼铁炉的工人自觉地放弃了春假，展开了突击工作。某工组长苏孟兰五天五夜没有离开工地一步。当全国都在欢度春节的时候，鞍钢的工人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人民长远的利益，在这里不分昼夜地工作着。辛勤的劳动有了美满的结果，我国第一座自动化炼铁炉在2月份胜利完工了。这个炉子装有苏联新式的机器和电器，一切繁重危险的工作都由机器去做，主要的操作全是自动化。这些仪表能自动的准确记录下炉子里炼铁的情况。这是炼铁炉卷扬机式的自动开关，只要一按电钮，泥炮机就自动的去封闭炉口。旧炉子不是这样，工人要烤着高热工作，而且封得慢，容易烫伤人。鼓风机室的工人给炼铁炉送风。1953年3月9日，我国第一座自动化炼铁炉开始炼铁了。卷扬机室里没有工作人员，卷扬机自己转动，把一罐罐矿石和焦炭平稳地送上炉顶。这个信号盘告诉值班人员，现在炼铁炉运料装料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值班技术员在机器室里看记录和信号，就能准确知道炉内炉外的情况，用不着像旧式炉子那样围住炉子转，凭经验去估计情况。按照国家生产计划，这座自动化炼铁炉将常年不断流出大量铁水，支援全国工业化和国防建设，有力地增强我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鞍钢工人用劳动的胜利迎接了自己的节日。五一节的早晨，强大的工人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大会会场行进。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斗争和劳动的胜利给祖国带来了春天。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开始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5年建设计划。我们的胜利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在中国的胜利，我们高举胜利的旗帜前进。中共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同志号召鞍山职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虚心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以便胜利完成国家交给的建设任务和生产任务，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为更加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力量而奋斗。
鞍钢在大规模建设中，不仅胜利地逐步完成了基本建设工程，给全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壮大了队伍，大量培养了勘察、设计、施工的各种专业人才，基本建设的职工已增加到60,000人，成为目前我国最完整、最强大的一支建设大军。鞍钢光荣地为我国建立第2个、第3个钢铁工业基地准备着人力。鞍钢职工带着建设祖国的热情前进，带着钢铁般的力量前进，带着胜利的欢呼，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前进。鞍山在前进着，这钢铁城市在建设中日益繁荣，全市人口已从解放时13万人增加到49万。鞍山职工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国家财富，也创造了自己幸福的生活。几年来，鞍钢为职工新建了近60万平方米住宅。人民的国家处处关心妇女和儿童福利，女职工胜利完成一天工作之后，从托儿所把孩子领回来，坐着专为母亲和孩子准备的母婴车回家。书店的顾客并不比百货公司少，不断提高自己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是每个工人的迫切要求。这些风景优美的公园是工人在假日休息的地方。职工保育院的孩子也来了，父母辛勤的劳动给孩子创造了幸福的生活。这里的学校也是为工人子女准备的，这些青年人在良好的教育下将要成为建设祖国的能手。掌握近代化工厂生产必须有高深的科学技术，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和工人的要求，鞍钢办了技术学校和业余学校，经常抽调工人学习。我国第一座自动化无缝钢管厂的主要工程成了。在修建过程中，生产工人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为要熟练掌握机械化和自动化机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生产任务，他们正在工厂里实习。在开始建设这座工厂的同时，鞍钢就派了一批优秀的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到苏联实习。从乌拉尔回来的工人张朝恒正把他在苏联学到的本领交给同志们。苏联不仅帮我们建起了这座工厂，而且在生产的前夕又派来了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我们掌握这些复杂的机器和电器。一切都准备好了，工人们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提出保证，要把第一个钢坯就扎成质量优良的无缝钢管。在四大工程建设过程中，苏联专家提出建议7400多项，工人提出重大合理化建议1800多件，并创造和推广先进经验160余种。这里的每一座机器、每一颗螺丝钉、
都凝聚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劳动、智慧和友谊。在这个工厂里，没有笨重的体力劳动，工人就看这些复杂的仪表，搬动电钮，操纵和管理各种机器。厂房里有完善的通风和隔热设备，空气新鲜，冬天暖和，夏天凉快。这是新建成的大型轧钢厂，厂房就有一里地长。第二座自动化炼铁炉也修建完成了，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二座自动化炼铁炉，在1953年12月26日正式开工生产。钢管厂也开工了，工人们稳重而熟练地开动了机器。钢胚在穿孔机里穿了个孔，初步形成了无缝钢管。这个操纵穿孔机的女工，一年前还是个农村姑娘。轧管机把钢管轧长轧薄了，钢管来到了均整机。从均整机出来，再经过定静机，钢管就跑向冷却台。我国从来不能制造的无缝钢管生产出来了。帝国主义者认定我们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他们嘲笑我们，诅咒我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嘲笑和诅咒怎么能阻挡中国人民前进呢？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苏联无私的帮助下，我们将要在工业建设中不断取得更大的胜利。无缝钢管厂职工将新产品交党委书记，
送给敬爱的毛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大兴轧钢厂也开工生产了。大型轧钢厂能生产几十种大钢材，现在是轧制钢轨。操纵轧钢机的工人一年前曾到苏联斯维尔多洛夫州大型轧钢厂学习过，他们在苏联工人的帮助下学会了操纵这些复杂的机器。生产一开始就进行得非常顺利，这证明了设备的先进和工程质量的优良。从开始修建到现在才经过短短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这拥有世界上第一流设备的工厂已开始为我们祖国的工业建设服务了。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优等的质量胜利完成鞍钢四大工程，这是和苏联政府全面帮助及苏联专家的热情指导分不开的。最敬爱的老师，最亲爱的朋友，感谢你们热情的帮助。鞍钢第一期建设所完成的四大工程是苏联帮助我们新建和改建的141项中的重要工程。这四大工程胜利完成并开工生产，标志着中苏友谊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已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伟大的建设时代，鞍钢的钢铁源源用往各地，致远全国工业建设。
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全国人民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伟大盟邦苏联的帮助下，以无比的劳动热情，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胜利前进。鞍钢也在继续建设中，就在这长满荒草的地方，明天将要建设起新的工厂。鞍钢它将不断壮大自己，生产更多的钢铁，担负起国家钢铁工业基地的光荣任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贡献出巨大的力量。